就飞来一块铁板，当时只有3秒钟烤炉不好，只有人的本能就是往油盘子往油打了一点点，才是躲过这一劫。是这台红色厢式货车的全部责任，然后我们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，对它的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，处以罚款200，不记分的处罚。